初时，上元节制，一夜鱼龙舞，花市灯如昼。秦淮明灯三千，最是人间烟。上元灯彩图描绘了夫子庙元宵灯会的赏灯盛景，亦是历史南京富庶的奇事写照。街面上古玩摊铺鳞次栉比，玉石屏风、青铜器具种类繁多，工艺精巧绝伦。城南庙花鸟市赏鹤弄雀，人潮涌动。木偶艺术千丝刻木，栩栩如生。妙语神姿，活灵活现。结束了，我们还没开到啥呢？咱们往回走。